怎么去那么久啊？ 小红，你过来。小红。 什么呀你？不睡觉了啊？睡觉吧。我跟你商量个事儿。什么事儿？你帮我按摩。我给你按摩。 哎呦，你快，他躺这儿按摩不得吗？趴下不趴能按吗？你轻点。哎，你疼。按摩哪有不疼的？ 好好按呀！按也不是，不按也不是。那到底是你看你想干什么？那你按疼不？奶奶，我跟你商量个事儿，行不行？睡吧，啊！我上里头睡去。来来来，别折腾了，快走。 大姐，大姐，她是我老乡，她来给我送点东西，怎么办呀？被大姐看见了，你倒是说话呀！ 哪个好一些？